没想到他还真进决赛了。哼，再厉害也是个骗子。他不是骗子。哎，你怎么还替他说上话了呢？啊，小燕燕，该不是你喜欢上他了吧？今次夺冠的二郎，除了今日郎君去领兵，主上将亲自为其刺刀。不知何故，有个姑娘拿着魔颅骨的令牌闯进来。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姑娘参加射擂大赛呢。太后常说，我们身为大辽儿女，要时刻心系大辽。虽然我身为女儿身，但我一样可以带兵作战。虽然今天我没有拿到第一，并未如愿以偿，但下次比赛我依然会参加，直至夺冠。到那个时候，臣女再效忠大辽，再为主上尽心。今天此事，我一人承担后果，还请主上降罪责罚。站起来，快起来。谢主上。